你干嘛呢？你是变态吧？你拿我衣服干嘛呀？干嘛呀？你他妈是不是用过洗衣粉了？来搬！朋友在房间里哭，作为一个好男人，应该去哄哄他。你哭这么小声干嘛？没吃饭吗？有女朋友吗？就在这打篮球，过来找我要个微信，爱情不就来了吗？啊！你好，美女，问一下肯德基在几楼？不知道。我就问个路，至于吗？哼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。你问完路，你想要我微信，然后想让我当你的女朋友，把我娶回家，有人给我生孩子、带娃、洗衣服、做饭。最后我青春散场，你想在家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？哎呦我的妈！上次你见多了，哼，渣男。没事，渣男，你真是。我的魅力啊，就是一个小哥哥。我爱你，无畏人海的拥挤。我穿开裆裤，谁见了都要抱抱，都要亲亲。长大了也没人抱了，也没人亲了，是不是开裆裤被缝住的原因？女朋友一个大嘴巴子。我没有女朋友啊。哎哎，我不喜欢那种软弱无力的女人。你犹豫了，我不喜欢那种柔优柔寡断的女人。我妈不让我跟傻子玩。我一直在说嘴巴干嘴巴干，你什么都不做，算了吧。谢谢你送回家，今天玩得很开心，你可以提一个很过分的要求。很过分的要求。那你可以把饭钱 A 了，今天吃了1000块，就是都是你吃的。我到我家坐坐呀，我家里没人。我在上班。那下班之后呢？晚上我家里就我一个人。你是孤儿吗？草原最美的花，你还没对象吧？20多了，没人要你呀，别再找对象啦，习惯单身吧，大大望着吃鸡多香啊。干就完了，干就完了，干出个样来给自己看呐。干就完了，干就完了，就算再高的山也在我脚下。谁啊？我家那个床塌了，我可以去你家睡吗？你多少斤了？床压塌了？要你来我这睡，咱俩一起的话，那我的床不是也得塌？哎呦我的妈！拜拜。这应该是济南最霸气的火锅店了。帅哥，一个人吗？点这么一大桌子？对啊，我一个人。要不然我坐下陪你吃点？不可能，那怎么可能？我自己带什么来的？那你吃？活给你的。我阔不阔？我可给你买瓶水果。我不阔，就是有点冷。冷嘎？那你穿我的衣服嘛？穿你的衣服我也会觉得冷。那我该咋个办呀？我记得小时候，只要我说冷，我妈都会抱着我们。直走嘎？那你打电话给你妈，让她来抱你嘛。哎呦我的妈！嗦粉有没有什么讲究？没有。但是我妈她说吃汤粉一定要先喝汤。你把汤都喝完了，嗦粉怎么吃得下？这个骨头呢，这个是怎么吃啊？就直接用嘴吃啊。美食是不可辜负的。好不容易哦，吃就完了。小林咋了？胸口疼，这时候绝对不能说多喝热水，不然这事一个半空子。也不能让他去医院，因为没严重到去医院的程度，再加上医疗费、交通费，还得请他吃顿好的，成本太高，花这钱犯不上。所以，说什么呢？你哪里有胸？啊？
你想要？你想要？哎呦我的妈！今天走音里说的不一样了。给我说他大姨妈走了，要我晚上去陪陪他。我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难过，他大姨妈虽然一直身体不好，但毕竟也才40多岁，我还特意给他订了一个花圈送过去，结果晚上。不是你这么晚约我出来你有事啊？昨天晚上吃完饭我仔细想了一下，你说咱们这个年纪吧都挺不容易的，你能把昨天晚上吃饭的80块钱给我吗？不是咱说好了 AA， 这我等你一天消息你也没个信儿。你这么晚约我出来就是为了那80块钱呢、啊、你就没有点什么别的过分的要求吗？过分的要求啊、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我刚刚开车来加了200块钱油可以吗？什么你小白痴，我跟你说我这200块可以不要，但那吃饭的80块钱你必须给我。小哥哥你好，请问你是怎么接受生活中的烦恼的？不要跟愚蠢的人发生争执就好了呀。我觉得你说的不对啊，因为你说的都对的啊，说的都对。你家到了，我送你到这儿了。要不上楼喝点啊？上楼？啊。我跟你上楼就得喝酒，喝酒就得喝多，喝多就想回家，回家就得开车，开车就算酒驾，酒驾就是违法，所以上楼就等于犯罪。哎，那你需不需要上楼方便一下？哦，也好，走吧。哎，不用。啊？我有瓶。哎呦我的妈！你问问你妈妈，过年要儿媳吗？要的话，我去你家过年吧，今年。春天插秧的时候你不去，嗯？秋天帮包谷的时候你不去，啊？马上过年了，准备杀猪了，吃杀猪饭。今年猪肉多贵呀、啊！杀猪饭是你想挣就能挣的，搞笑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张婶的侄女啊、哦，我还以为你是张婶的，我还以为。哎、你是属什么的呀？你的生肖是什么？啊、哦，我是属狗的，属狗的。你不是属于我吗？你是狗吗？你有病啊！啊、哦，我就那我开门见山的说了啊，哦、你说，有房吗？开好了，大床房，可软和了，就给楼下。哎，一会儿去。我说的是，你住的房子有吗？哦，住的房子，嗯，有，但还没买呢。嗯，为啥呀？就是我准备42年以后买。你听我跟你说哈，就是我二舅吧，在我们当地是搞那个房地产的，完事他说那个2062年以后买便宜，一平米至少便宜500块钱。你二舅说的是不对吗？我忍你半天了，在这小嘴巴巴的，一句都不在正题上。没料张凯，你是相亲的吗你啊？真的真的。你好，过来作孽来了你啊！起来吧你，别烦恼我。第一次相亲，有点紧张。你不用紧张，咱俩不一定能成。你长得还挺帅的。谢谢，你长得一般。我本能没有照片好看，对吧？照片也一般。你平时有什么爱好？我平时的爱好就是看电影、逛街。哦，拜金女啊，咱们不合适。路边的茶楼人。嗯，谁呀、啊？我是隔壁的。哦，你啥事啊？小哥哥，我想问一下。嗯。你房间有水吗？矿泉水啊？不是，洗澡水。有啊。那我房间没有，我能在你这洗个澡吗？啊？不应该呀、啊，咱们都一个馆啊，我这屋有，你那屋肯定有啊，你是不是闸没开呀、啊？没有呀，真没有。不应该，不应该，我这有，你那就有，我给你看看去吧。哎，我吧，嗯，我告诉你啊，妹子，那边的总闸你掰开，然后呢，往这边是热水啊，推过去凉水。哎呦我的妈！洗吧，哎。事走了啊！直男真可怕。你昨天是不是给我洗了？啊，我洗了。你洗了吗？我洗了。哎呀，这味儿就不对。
这味儿怎么还能不对呢？我真洗了。你不洗就不洗，能不能不骗我？没骗你。咱俩分手。我干啥呀？分手。就这点事，就没洗袜，这点事就要跟我分手啊？对。那我早知道，我一年前我就不洗了。你包拿好啊！哎呀，这点事就要分手，咋这么冲动呢？慢点啊，注意安全啊！拜拜啊！哎呦喂，这爱情走的有点突然呢。咱俩晚上喝酒去。喝酒？喝多了你会抱我吗？我不会。那你会对我动手动脚吗？指定不会，我都多正人君子了。那你会欺负我吗？我发誓我不会。那我怎么跟你喝个嘚儿啊？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嗯。你站好，站好。我怎么喝？哎呀，我跟你喝呀！你年轻人不讲武德。还讲武德？你操，作为智者。扎你！呸！你说我都25了，为啥还是没有男朋友？一，你长得丑；二，你长得丑，你还不觉得你长得丑；三，你长得丑，你还嫌弃别人长得丑。现实点吧，孩子。哎呦！阿姨，我要当明星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咋的？喜欢关注点赞哦。